钱柜里啊，信用票全在马先生的口袋里啊，钞票全填在马先生的口袋里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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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师爷，是好吃啊，还是好听啊？好吃，要听，都好，都好。我马某人走南闯北，移民北美。靠的就是能文能武，与众不同，不光吃喝玩乐，更要雪月风花。寒风度，正好比大风起兮云飞扬。原本是一小流氓，两把菜刀闹革命，英雄当属马县长。刘邦是个小人，力拔山兮气盖世。阿屁阿屁，你要是想拍我马屁，就得先过了夫人这一关。那是，那是。写首诗，写首诗。要有美女，要有酒，要有奖金，要有肉，要有蠢驴儿，要有 Pacey。英雄齐聚 Pacey， 靠山三军发大奖。有酒有肉，我找到驴，拍上美女。把办法想。你要找幸福，是驴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找幸福，找幸福，不是驴，不是。没有票子我可以抢，没有美女我可以绑。寻找幸福这鸟事儿，真是愁杀我马县长。哎，我听说他向同胞正在那儿晒幸福呢，要不我们去凑热闹？是夫人高见。对，走马双龙下。咱们去问问沛县的百姓，幸福在哪里？朋友，告诉我。